蜘蛛看见第一根要死追，是的，前锋你也要追，前锋你要追，佣兵你也要追，不然肯定输。在我的对局里面，只要你除非前面有两个人给你选，或者你追那个人，我跟你讲为什么追前锋呢？前锋他有个特点，他很喜欢把我往那些有人的地方带，所以追前锋就这样子相当于赶人嘛，对吧？你选对方的时候，你逼他走位，让他去往有人的鸡走。我追佣兵追的少吗？你们问他们嘛，对吧？但是你不追，你平局都没有了呀，是不是？当然你们不是你们你如果你们就不是打那种节奏这么快的局啊，你们可以选择，你们有选择的权利，但是就是这么现实，在我印象当中，只要我换目标的局，我基本上都输了。谢谢日常四天送的吃瓜，基本上都输了，这是数据告诉我的。当然，调伤是有时候位置不好，你这个真的没办法，你就真的不追，这可以接受。就你是想办法平局嘛，但是有时候位置好的话，前锋佣兵这种东西是可以杀的。你有闪现啊，你有闪现有机会震慑的呀，你全看闪现的。谢谢忘你送大棒，而且你前面压走位，说不定能偷到他一刀，不一定的这种东西。这里没刷人啊。哎，我没刷完这局就崩了，这边刷了两个人了，这局崩了。当然就说，如果你不是很熟悉这种压走位的话，你得换，就死追前锋佣兵，就我的打法就这样子，基本上磕死一个人。完了，这局凉了，我拉丝被看到了。你看这种情况，你追一个人，同时压到另外一个位置，彩丝加速过板普通攻击，哎呦，可惜了。对吧？来个四的加速，哎，不对啊，完了。不对，这局不对啊！上面是有鸡的，哎呦，你的哈皮真的是何以解忧，唯有魔人。哎，这人间自有真情在，是吧？真的是。娃娃吧，这个是。这里丝多的我都不想说了。
奥多斯啊，强行地下室密门，我靠！本来他开了一把枪，他还把人给救走了，现在没机会了。青青紫金，悠悠我心，哎。人间自有真情在啊！一分，他娃娃在开机，刚刚在控制他的娃娃，你知道吗？你怪物吧，空军怪物吧，你怪物吧，两个都怪物。他们两个比较，一个送了正式刀，不过闪现正式也没办法的，就闪现正式很正常的。不能挂，只能赌了。你挂是肯定输的，挂是肯定输的。你正式刀也一样，哎，他怎么可能正式刀？就给你把枪救起来一样的，就结果是一样的，只能赌一手。他大心脏没那么快，让我挂两个人。这样子，只能这样子。方家是交了，我跟你讲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哎，我的视角怎么？哎呀，还回到。空军在想开上面那台啊。哎呦，还是平了，很难受。上面那还是能开的，看能不能卡一点时间吧。那个闪现视角没有留到，很难受。加个分身吧。哎呦，
必呢？前面有块墙，你放翻身，你不是自己卡在那里了，对吧？你前面有个墙啊，他放翻身就卡在那里了，他留个空位就不会卡，这莫名其妙啊！就这种只能说他卡到他自己的位置了，也不是单单只能他能卡模型，就我们屠夫也有有力的卡模型，但是呢，这数量比较少，因为屠夫容错率比较低嘛。所以我还是希望网易会把这模型做的光滑一点点，就没那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局本来平局了啊，现在就有可能赢了，是不是？这调香师啊，赶紧找调香师。调香师啊，这个是。What 高频战士吗？他逼他拉里面那块板。好，稳了。这个满血就不是一分了，满血就不好处理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地窖开门，然后地窖不在这里。你不走啊？你不走啊？走不走？你不是地窖开门吗？我想上个厕所，看他走不走。什么东西啊？给了机会。
宁死不屈啊！值得学习的，这种东西值得学习的。不是咋回事啊？哎呦，好恶心啊！这东西。你再放一个。哎，你喜欢你自己下来的，可不关我事啊！我先说好了，你自己下来的，你自己下来的，不关我事啊！真的不关我事啊！你自己下来的，怪我啊！嗯，平局啊，空军不自是平局了。我杀挺快，还不一定呢。What？ 何以解忧，唯有魔人。这他妈的为什么不崩我一发啊？他直接可以救起来了，说不定救走了呢，是吧？但是只是一台直拉金喽。对呀、啊，三年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局这局还是我赢了，应该啊应该啊应该，别他妈等下平局，我靠！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你二十秒能把上面那台机给亮了，我吃了这个键盘。大哥别！哎呦，睁开了我就真的吃键盘了。哎呦！哎，真的是，我不想射他的，为什么射他呀？算了，就调上十吧。
那台机是快开的，那台机机是开过的，机是开过的。不是，我撕没有啊，我没有三级撕呀，我没撕的呀，我全他妈吐在调香师身上了呀。